虾仁6颗90块，鲜肉8颗90，那是多少？一颗10几块哦。油豆腐细粉，油豆粉细粉，细粉 HD。我很少吃它的汤包啊，感觉可以，感觉有空可以来吃一下，感受一下。我记得我只吃过一两次而已，没什么印象。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益成豆浆店。这间我好像很少吃，这间也是很老了，就是传统的那个，传统的那种卖饭团油条、豆浆，便宜了。但我觉得这家味道也变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尤其是那个豆浆，刚刚是怪怪的。豆浆以前真的比较好喝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，从去年他有一次。他有一次那个，有一次翻，就是好像闭店一阵子，然后翻新之后装潢，就是改个装潢，然后我为什么连豆浆味道都变，干超鬼超怪，干以前真的很顶耶，以前这家好顶哦，应该是。看一下多久之前，我不知道怎么看他多久以前，反正我印象应该是去年，这时候已经翻新了，好像去年就翻新了，妈。